你跟对方放狠话，你为什么要恐吓己方队友？我们这方三个三大高手，三大高手，大高手。你们老冲着你们家放狠话，气势没了，气势没了，已经输了，输了。你是不是没有理解放狠话这个意思是什么？你给他打个样，你给他打个样，打个样。想赢我，你不配。我放回去。你不配，老温呐，上，干，打呀，这啥呀？这样吧，啊，就这样吧，好吧，好吧。我们俊俊这边在下一轮的优势更大一点，但最终能不能取胜还不一定。嗯，好不好？嗯这回有放狠话倒是挺跟主持人挺狠的啊，狠劲儿都放在主持人身上。安然何时能回眸，你走过山河为谁留，多说些好话，好像我太太就会少点对我，少一点对我动手啊！真的吗？薛老师，您这么形容有点像我们成都的一句四川方言啊，叫什么？叫耙耳朵。对，就是耳朵耳根比较软。对对对，要听对对老婆的话。最好的对手，周星驰。谢谢张老师，拜拜。哇，对了对了，亲爱的生日快乐。走过红叶落满袖，青丝变白首，盼君归来这枝头，只等到雨落花满楼，安然何时能回眸。走过山河为谁留，这山青丝瘦，千山暮雪才看透。那我们如果真的要跳就最后跳吧，我们把这个采访往后面。我待会儿就学你这个，我待会儿就学你这个。我们最后跳，我们最后跳，快点把采访采完。盼君归来这枝头，只等到雨落花满楼，安然何时能回眸。当然小心爱是世界有那么多爱，是吧？对。这山青丝瘦，千山暮雪才看透，奈何为此心如旧。几分孤单都心甘情愿，而我却像落叶归根家，唯独在你心间。